大家好，今天又来分享一个主题哈，衣食住行娱乐都是要为自己而做。为什么说这样呢？因为昨天哈有几个客人啊，女性的客人朋友来找我，然后呢，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命苦，运很不好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，我们都要为了自己而活，为什么呢？我就分析了以下几点来跟他们分享，我就说，你们在家里煮饭菜是为了谁煮啊？他们就说，是为了老公啊、公公、婆婆、子女而煮饭菜。我就说这样很笨。你应该是为了自己的健康，为了自己喜欢吃来煮饭菜，因为你自己喜欢吃，你的亲朋好友、你的丈夫啦、老公啊、子女吃的才会健康，他们才会喜欢。然后呢，我就问他们说，那你们今天穿着打扮，是为了什么？也是应该是为了自己，因为你自己看了自己，才会觉得，很漂亮啊，像我们男生呢，看自己看了，很时尚啊，你连自己都看不起你自己，别人怎么会看得起你呢？他们就说，很有道理。那所以说，我就是建议他们是这样的，不管你的衣食住行娱乐。都是因为你自己，所以你的运动、你的健康，让你自己身体养生保健，也是为了你自己，你才会去帮助到你的家人、亲人身体健康，知道怎样来养生保健。所以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先为自己而着想，就好像我跟我家人讲了一个笑话，如果今天闹饥荒了，战争了，我一定会先把我自己吃饱，把自己做了强壮的、健康的，我才有办法救他们。也就是这个意思，先把自己做好，你才有力量，才有能量，才有磁场，才去帮助你的父母、老公、兄弟姐妹、子女，甚至朋友，分享给大家，谢谢。